好，简直就是照我的理想去盖的。是啊，里头有美容中心啊，有 SPA， 那些我最喜欢了。还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艾婷，你应该啊也很满意吧？啊，是啊。我想问一下，差不多要多少钱啊？我们这个建案啊，半个月前就开始销售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三间，房价大概都在1亿2000万左右，打折之后，首付加定金大概3000万。3000万？才3000万而已啊！这样不贵啊。我之前去看过另外一个建案，他们用的建材啦、环境啊，所有的规划都不比这里顶级啊。而且坪数还只有这里的一半，一开价就要2亿。哎呀，就是说嘛，说真的，我看了那么多豪宅，这里我最满意了。文心，你觉得呢？哦，我当然也很喜欢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艾婷喜不喜欢。我们不要给艾婷太大压力了啊。现在到 Toggle 找来。